咱们过来是要找什么鱼？做带鱼。是那个吗？舟山带鱼。对。舟山一带海域位于暖流和环流交汇处，海域盐度较低，加上四季分明，气温合适，适合带鱼生存。这里的带鱼口感鲜而不腻，还能品得一口甘甜。冬季的舟山带鱼满身肥膘。 是舟山渔场的私藏。舟山带鱼怎么挑选呢？腮小一厚，个头小。那个眼睛小，头小。这个腮小厚，就是要厚度，肉厚是吧？肉厚。哦，哎，大哥，这个地方有一点白，这个感觉鱼皮都掉了，这是划痕吧？这是网抄到的，就是捕鱼的时候网抄的是吧？多挑一点。 我给你做带鱼宴，带鱼宴，对，好嘞，我最喜欢吃带鱼了。哎。